变太阴病，脉证病治。太阴之为病，腹闷而吐，食不下，自利益肾，食腹自痛，若下之必胸下结硬。太阴中风，四肢烦疼，阳微阴似而长者为郁郁。太阴病，脉浮者可发汗，益桂枝汤。自利不可者，属太阴，以其脏有寒故也，当温之，一服理中四逆背。伤寒，脉浮而缓，手足自温者，系在太阴。太阴当发深黄，若小便自利者，不能发黄，至七八日，虽暴烦，下利日十余行，必自止，以脾加食，腑会当去故也。本太阳病，一反下之，因而腹满食痛者，属太阴也。桂枝加芍药汤主之。大食痛者，桂枝加大黄汤主之。太阴病，脉弱，其人续自便利，设当行大黄芍药者，亦减之，以其人胃气弱，易动故也。太阴病，大便反硬，腹中胀满者，此脾气不转也，亦白术之食干姜白蜜汤，若不胀满，烦短气者，黄芪五物汤加干姜半夏主之。太阴病，可欲饮水，饮水即吐者，此为水在膈上，亦半夏茯苓汤。太阴病，下利口渴，脉虚而微数者，此津液伤也，以人参、白术、芍药、甘草汤。太阴病，不下利、吐逆，但苦腹大而胀者，此脾气实也，厚朴四物汤主之。太阴病，不吐不闷，但一事无度者，虚故也，理中加黄芪汤主之。太阴病，欲吐不吐，下利时盛时疏，脉浮涩者，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主之。太阴病，吐逆，腹中冷痛，雷鸣下利，脉沉紧者，小柴胡加茯苓白术汤主之。太阴病，有宿食，脉滑而实者，可下之，亦成气背。若大便溏者，亦厚朴枳实白术甘草汤。太阴病愈解时，从亥至丑上，